应该是要想用一首好听的歌来让人家记得这个歌名叫一首难听的 歌这样子啦、哎、所以是新歌手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啦。今天我们在讲的就是草莓的真真假假。刚才我就说了，几乎地球上所有的人工饮料呢都有草莓的味道，因为呢这个草莓有独特的甜味呢，让人家去产生一种幸福和陶醉的